击。你玩梦幻西游也是最好的嘛，最好的买不起呀、啊，把房子卖了呗，不削个龟吧。别刷屏可以吗，兄弟？把那个梦幻西游要最好的嘛给他封了。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龟的力量。不能否认你的本能，召唤师。好烦啊，积木。嗯，好烦啊，积木，积的力量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积的力量，你等我有熊的啊！积的力量，龟的力量。熊的力量，啪！啪！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点燃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毫不犹豫。小王八蛋！是明智的。推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野心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嗯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家，先来个日炎。获得5%韧性和减速抵抗。哎呦我，5%韧性加减速抵抗，我天哪，谁也控不住我。我一件装备5%，四件装备20%，20%减速抵抗和韧性，加水银牌30%韧性，加钢铁合金25%韧性。加传说韧性25%韧性，加那个防御天赋10%韧性，30%血以下加30%韧性。哎呦我，无限韧性啊！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这积木不好杀了呀，这积木。我们去他野区吧。算了，不去野区了。咻咻咻！你别补刀啊！他们的死亡只会增长我们的狂怒。你别补刀，我吃你野怪。喂。
推血球是吧？咻！不能否认你的本能召唤师。往哪推呢？那蓝枪在干啥呢？蓝枪啊，帮不帮忙？蓝枪。我们就跟他慢慢刷啊，没事。我乌迪尔刷野，我刷野又刷兵，回家。哎，我的塔皮！我没看见，我知道美瑟福开无限火力了。美瑟福那后老卡的去玩啥去啊？别刷屏了，行不行，兄弟？我们的本能如同剃刀般锋利。这波我们决定啊，刷他一圈。野心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啊！先刷波小兵。刷完小兵，我们刷石头营。反正这积木啊，对我们也没威胁。嗯，刷完石头营，我们刷红 buff。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积木来了，积木来不着死来了吗？积木，致命点燃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完了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努努炫来了，刷个三棱。刷完三棱，刷个蓝。你也不来，毫不犹豫，没蓝了，确实没蓝了，兄弟，回家，扫一波塔给我，上路给你吃了。就是我们的路，行不行？上路给你吃了，这积木也给我出日炎呗。这积木，行，出吧。我不知道一个积木出日炎到底有个什么用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这家伙，好，他没闪现啊。让他回家，
吃个塔皮，吃完塔皮吃兵线，他们的恐惧是明智的，吃完兵线吃石头营。 这么多人，疾跑开起来，鸡的力量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人这个多呀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人确实有点多啊！多抓其他路，我被针对了，你被神针对了啊！你这人也跑过来了。 哎呦！漂亮啊，亚索！我们不会怜悯没有防备的对手。 出右转的积木，刷一波，刷个蛤蟆，刷完蛤蟆刷三郎。 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刷完三郎，我们刷中路。啊！咻咻咻！ 刷完中路，我们刷 F 6， 刷完 F 6， 我们回上路，回完上路，算了，上路不要了，我们刷石头人儿。 再见，你是有精神病是吧？我给你治治行不行？我是不是得给你治治？这机器人，你有毛病啊！你老往上了跑什么玩意儿了？干什么呀？啊！你追你妹，你有病是吧？你回家了，我给你治治病。 得到守塔了，那就是我们的路。别急呀、啊，刷完线我们刷蛤蟆。 刷完蛤蟆，我刷，不对，刷完线我们刷蓝 buff，
刷完蓝 buff， 我们刷3蓝。 刷完三狼，我们回上路。我们的狂怒仍在继续。哎呀！吸血，回完上路，我们这波刷石头人儿。 石头人刷完，我们撤，我们去刷 F6。有病是吧？疾跑开起来，熊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打跳弹，我们刷3狼，怎么还追呀？没完了是吧？啊？ 这没完了是吧？不杀你不行了是吧？没完了是吧？啊，没完了！我他妈套你猴子的！我刷个野，这家伙这那那的，这家伙这都追呀！追个屁！刷个蛤蟆，我给你治治。刷完蛤蟆，我刷3狼。 刷完3狼，我们刷蓝 buff。刷完蓝 buff， 我们去中路。我们的狂怒。 去完中路，我们回上路支线。呀，差100块钱，我们推个中塔。推完中塔，我们吃个 F6。F6 没有了，我们刷石头人。 刷完石头人，我们回头刷 F6。打野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对面没有也可以打。刷完我们刷中路。 刷完中路，我们看看这波野区，他不能打了啊！这可不能打。这波我们吃蛤蟆。吃完蛤蟆，我们回头3狼。 开个自定义刷吧，你别着急，我发育起来，我这没发育起来呢，还别急啊。现在我们参团就是一个地，我们这波收中路线，收完中路线，我们打个红，拍他一下走，致命点燃，拍住。 跳弹，再拍，再拍。
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队友呢？队友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龟的力量，扫描一下，回家。有助攻。来个大魔抗的。放三郎，毫不犹豫。刷完三郎，中路吃线。想追积木，随便追，啊，只是我不想追，打个鸡吧。野心的本能指引着我们的拳头。中路参波团战，开住永恩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鸡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熊的力量，鸡的力量。恶心人是吧？龟的力量，你看对面努努11级，俺们家蓝枪13级，为啥呀？因为也都让我刷了，知道吧？这波呀，这波我在第5层。